DL 448为正装的一个夹克，比较休闲的感觉，其实最简单的就把比例乱搞一下就可以了，看你要用 oversize 或者用 unbalance 的方式去戴它，基本上它就不会那么正式的感觉，天线画面上看就非常吊了。袖子的宽度基本上就是我手臂的两倍宽了，一个胸围部分大概离我身体10来公分，甚至还超过，衣长的部分大概超过我胯部拉链5-6公分左右，长度非常之长，它的厚度啊非常非常之薄。面料部分，一般西装夹克的面料从画面上应该都可以直接看得出来，瓶口下摆部分啊，它实际的宽度多宽啊，那可以用的风格上 minimal fashion 甚至用到 city boy 的东西， vintage neutral 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因为我178公分60公斤穿菜的话， P581 的部分穿 L 号的尺寸啊，有一点掉， logo 其实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那后面的一个大的印刷这一款，它的绿色我很喜欢，偏向 dress fit 的版型。 DS139 最主要卖点就是它的折扣，做全扎或半扎，它自己觉得层次就会稍微高一些，尤其它又是一个浅色的卡其，有开裤耳，整个后半部都是松紧带。面料的部分，格纹的一个工作布，穿的是一个 L 号的尺寸。